我们穿锤，哦，来寻思叫啥？大家好，我是三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我，今天我大便是可以没有用你弄大牛根儿？我捡了大便宜，何必捡一堆不要钱的石头？那我今天便不会吧，追个咸菜。啥石头？你们走着瞧。哦，清醒哈。 老话说牛肝麻肥羊汤子哈，这三样东西都是阿公最喜欢吃的。既然就是你老话就是皮肤他们俺苦，必定有缘故。哦，今天吃一块，剩下跟邻居分哈。哇塞，好嫩啊！再去掉贴膜，还要再磨贴的很。哎呀，来两个搓火板。好的，这可是个硬菜呀。 哎，你看我们怎么跑的，半身我搞不动哦。收到，收到。西单片成大片牛肝儿，尽量不要。看嘛，晶莹剔透的越不越好。慢慢推，慢慢拉，哦。 加入清水冲洗哈，去掉血水，去掉血水以后就不腥了。再把牛肝腌制哈，盐巴、蚝油、鸡精、胡椒粉，一点生抽，一点料酒，红色淀粉一起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。这个太复杂了，还要把这个石头晒干。 鱼干水分备用，一把海椒面，再准备点配料：大葱、芹菜切断，洋葱丝、青红椒、生姜丝，再放点麻麻盐。阿公，点火哦！要得，开干。 锅烧宽油，再放入干锅巴儿，小火把锅巴儿炒脆，油温300度就可以了。起锅，再下入牛肝儿，哦，再迅速搅散，石头的余温就可以把这个牛肝焖熟。 加入葱段儿、芹菜叶子，就这个石斑牛肝儿，我后几天皮问你卖过，小红心你没给吗？三七。来王哥品尝下脆不脆？要得，看看，我先给这个脆的，我这牛肝儿都脆的。你看，哎呀，这点洋葱，你这点洋葱一吃，这点洋葱也白吃的嘛。哎，巴适，掐头太浓了。啊，你这个配的青菜刚刚一吃。好。 哦，好烫！嗯，真脆啊！我好烫，好烫！嗯，我很冷哈。嗯，脆什么？嗯，脆，好吧。嗯。 生不的，这种鱼不要吃，够了哦。嗯，那这一步。哎呦，哎，这巴适。做菜微吃那种太烫了。还有一个缺点。啊。太费油了。哇，嗯，这个油是可以回收的哈，可以炒青菜什么的哈，把绿叶嘛烧开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嗯。嗯。 嗯，香啊！特别嫩。哎，我吃了，我配的太少了，多点点孜酱里面，好吃。配的好吃。嗯，配的好吃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小胖哥想分享的地方们，我这边，我们来这。 大家好，我是上面，我又来了。牛肝麻肥都吃过了哈，就差这个羊肠子了。今天买了3斤羊肠，让阿公做红烧羊肠，让阿公好好热火一下，开干。
随便买了块羊肚哈，一撒在里面。这个羊肠除了做汤，红烧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，里面的油脂非常的丰富啊，嚼一个滋一下就冒油了，巴适得蛮。这就是切洗干净的，直接改刀就可以了。切成长球球。毛肚切成块块。阿哥，点火！要得很干了。冷水下羊肝，只需要焯下水就可以了。葱姜、料酒、辅料准备的葱姜蒜，切成丁丁儿。白桂香陈皮，切点芹菜，青红椒、洋葱块。焯水后盛出来。烧油，把料头爆香，花椒、海椒，撒上豆瓣儿，下入羊肠，煸炒一下，炒出油脂，再加入啤酒，适量清水，调味生抽、蚝油，两颗冰糖，一点半包盐，再给它煮20分钟，时间到，再放个洋葱下面来，青菜干根儿。尽量煮趴的哈，越趴越好吃。压到了起锅，我有点汤汤泡饭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红烧羊肠，我厚几两皮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亲哥，加点黑豆。来嘛，你最喜欢吃羊肠子。吃羊肠不穿衣裳，是不是？我。那你也就是羊肠子，吃的更超级热是吧？那就超级。好香啊！好的。我觉得羊肠子跟牛肠子有点比哦。牛肠子跟着羊。牛肠子，牛肠子蛮嫩的。哦。这个也不是咸咸的，跟吃面一样。不吃不用穿羽绒服，还毛肚，你想要毛肚？你毛肚哎呀，还毛肚，还没人毛肚，把我给你烧起来，那我还怕我饭不够。了解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师一起帮我们，我这边，我没得，发了个拜。